事钟无艳，冇事下迎春。嗱，我俾多次机会你，唔系冇你唔得。你求我啊？遇上呢种昏君，点解佢仲咁痴心？你是神仙啊嘛，你可以将我变靓噶。唯一个办法咧，就系你全心全意爱佢，令佢又全心全意爱你。梅艳芳、郑秀文、张柏芝超经典合作《钟无艳》，1月1日星期五夜晚10:30，八度空间陪大家开心迎接新一年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小玉，8864来喽。那大牌 chat room 呢，出现的有张小飞啊。至于亚洲娱乐的单元呢，我们要来盘算一下，到底有哪些艺人呢，为了拍戏可以做出伟大的牺牲，好比如说要增胖。明星不一样呢，出现的有 Kobe、 王思涵，记得密切的留意8864喽 ，See you。今天是我们 B 组的盲选，那种所谓的舞群的压力，我没来过这个舞台，我只是在电视里面看而已。据我了解的，那几位前辈歌手都很能唱。这个舞台就是应该这样子，释放自己，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，不要害怕。不让你的温柔的余味，请选择。我们的歌第二季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，八度空间惊喜碰撞全马首播。老婆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安全距离，过去。哎呀！食物还没有上桌，不要摘口罩，带回去。哎呀，那我们可以 order 东西吃了没有？ order 啊！哇，很好吃、哦！哎呀，脱口罩，不要摸到口罩外面，要拉口罩线，还有不要乱放，要装进纸袋里面。脱完口罩要消毒来。好。哎呀，可以吃东西了没有？不可以，要冲凉。冲凉？开玩笑的啦，记得防疫不要嫌麻烦。是啊，就好像我村长那样，做足防疫的功夫啊，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。为了我的老婆，为了自己，一定要好好爱惜生命，哈哈！来，可以开动吃了啊！大家继续守着火力加油站。那如果是说到我们的抗疫英雄，当然就是少不了的我们的前线医护人员哦。在这个期间呢，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，所以当然今天呢，我们也一起来